的捷运路线是城市的动脉，支持着大台北的蓬勃发展。这样的绿色运输系统为台北未来的永续发展打下基础，提供我们更便捷多元的服务。中孝桥引道的拆除，让北门广场重新拥抱阳光，点亮西区门户。过往的黑箱南港则因东区门户成为北台湾产业发展新核心。门户计划定标东西双轴心，翻转台北新未来。 TOD 是先进国家都市发展的重要理念，以高效的大众运输系统为主干，善用交通站点的优势，提高周边土地使用效率，再从东西两端向南北廊带扩展，以多站点核心同步发展。台北 EOD 以立体的概念重新规划国用市有建物及用地，让教育走出围墙，为社区打造全龄的学员。这些规划经由点、线、面的串联，让我们与社区、城市的关系更加紧密，翻转城市，也翻转台北的未来。